《论语》雍也第六。子曰：雍也，可使南面。仲弓问子桑伯子，子曰：可也俭。仲弓曰：居敬而行俭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俭而行俭，吾乃太俭乎？子曰：雍之言然。哀公问：弟子孰为好学？孔子对曰：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子矣。今也则无，未闻好学者也。子华使于齐，然子为其母请诉。子曰：与之辅，请意。曰：与之与，然子与之素无饼。子曰：赤之是其也，乘肥马，衣轻裘，无闻之也。君子周集不计赋，原思为之载，与之素九百。辞。子曰：吾以与尔邻里相党乎？子谓仲弓曰：犁牛之子，轻且狡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子曰：回也。其心三月不为人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季康子问：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子曰：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曰：次也可使从政也与？曰：次也答，于从政乎何有？曰：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曰：求也易，
于从政乎何有？既是使民子骞为必宰。民子骞曰：善为我辞焉，如有负我者，则吾必再问上矣。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有执其手曰：王之命以服，斯人言而有斯己也，斯人言而有斯己也。子曰：贤哉回也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。冉求曰：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，今汝化。子谓子夏曰：汝为君子如，吾为小人如，子犹为五成载。子曰：汝得人焉耳乎？曰：有澹台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眼之事也。子曰：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将入门，策其马，曰：非敢后也，马不敬也。子曰：不有祝陀之命，而有宋昭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事矣。子曰：谁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。子曰：至圣文则也，文圣至则始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子曰：人之生也直，往之生也幸而免。子曰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子曰：中人以上，可以与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
可以与上也。樊迟问智，子曰：物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智矣。问仁，曰：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子曰：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，智者动，仁者静，智者乐，仁者寿。子曰：其一变，智与鲁，鲁一变，智于道。子曰：孤不孤，孤哉孤哉。宰我问曰：仁者，虽告之曰：仅有人焉，其从之也。子曰：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视也，不可陷也，可欺也，不可亡也。子曰：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服。子见男子，子路不悦，夫子使之曰：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子曰：中庸之为德也，其智矣乎？民显久矣。子贡曰：如有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子曰：何事于人，必也甚乎？尧舜其犹病诸？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进取辟，可谓人之方也矣。